总是有老铁质疑我敏鱼的实力，华联公认的刺董，今天给大家表演三分钟敏一条。大头鱼大，二头真小。评论区有朋友问我，天天这么吃会不会把家里吃穷啊？当然不会啊，大牙虽然赚的不多，但除了吃鱼之外，日常花费还是比较少，尤其是家里的米面粮油经常是不用花钱的。像我平时做鱼用的豆油就是从左下角这款勾勾豆地主里赢的。我最愿玩的就是锦标赛，竞技性特别强，比赛丰富，对局刺激，关键是赢了秋卡还能换奖励，什么米面粮油小家电统统包邮送到家，而且里边比赛场次丰富，以前 PK 赛到上万 PK 赛任选，喜欢刺激的可以直接选 20WPK， 我上次挑战了100，轻松1000多万保底金币到账。感兴趣的老铁点击视频下方链接和我一起约比赛赢奖品吧。